送礼物了，这棵树上有好多卷瓣兰，黄二卷瓣兰，我们来算算一下有几个扇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掉的不算了，一共大概有二十吧。嘿嘿，人参黄二卷瓣兰初体验。这么多耶，好幸运哦。开心开心。迎风摇曳，现在时间还没下山，四点半，睡啦。哦，你很内行哦。哎呀，经过一下。好，我开始行啦。水界搭子，你看麦嘞，感恩感恩。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囡仔，没关系。开心，啾，这么多。